小朋友快高长大，学生学业进步，年轻人麦运成功，打工者步步高升，老板生意兴隆，猪龙入水，长者身体健康。香港许愿节是由林村许愿广场举办，香港旅游发展局全力支持，由年初一至三月三日举行。嚟到许愿节，当然是要到许愿树抛宝碟，许下个新年愿望，亦都可以去到许愿池点赞莲花灯。